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rif 李志平。我想大家又系男人之间都有个共识，就系咧，逢我啦，我会觉得好有自信同埋好有理想的男人系会有魅力嘅。即系我唔知道女人点睇，但男人通常会被呢啲男人吸引，因为你觉得哇犀利，我都想咁，系嘛？你咁 focus 嘅，咁有理想，咁有 drive 嘅，我都想咁。其实你提到斯洛李小龙啊。他们全部都有一个几一贯的精神。第一就是你要对你的工作够 passion。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源于 passion。你不够爱那份工作很快会累很快会气馁。但你够爱那样东西的时候你就肯不断去付出不断 去努力和钻研。我之前成日形容好像电影就好像一个好好朋友 ,best friend。但是音樂就好像一個愛人咁樣，所以我可以不斷為音樂付出，我都不介意會不會有回報。即係譬如我會寫很多歌，但係嗰啲歌我會不會真的造成大家聽到的歌，我都即係重要，但係不是最關鍵嗰樣嘢。即係我有得做音樂，我已經很開心。所以今次武則天的主題曲是我寫的，咁呢個我已經很開心。雖然我2014年出了一隻歌嘅。但是即寫到呢隻歌，我已經覺得我好開心，我已經好滿足。即總之我有得參與音樂的任何一部分，我都好滿足。當然我都希望望咁，即望咧可以望出咗一隻廣東碟，係咪？因為我當初出嚟係做廣東歌。One day, one day。